好冷啊，这几天在下雨啊，风车的话可能要暂停个几天了，雨水的话下个三四天的。啊，趁现在把那个池塘的水给翻掉啊，难得的下雨。哎呀，好冷啊，听说江西有些地方都在下雪了啊，我这里的话估计明天后天也会下吧，太冷了。这个鱼塘还是春天的时候放的水啊，那个时候特别清澈，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没有打理，因为天太热了，然后晒得这里面长满了这个绿藻，我都把这里搅浑了，搅浑了之后把绿藻给抽掉，然后现在是下雨天嘛，下雨天的话这个竹子里面会从房顶上接水的，一直流到这个池塘里面，差不多会下个三四天吧，三四天的话这个水就可以放好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啊，天都黑了，抽了我三个小时，现在在下的冰雹的刷刷刷的小冰雹，再抽的话这里面的鱼就要没水了。